各位弟兄姐妹平安，平安。在这个时候，我邀请大家，让我们一起用喜乐的心来向神歌唱，好吗？好。这个时候，邀请大家从座位上站立起来，跟左右两边的人说：一起来向耶和华歌唱，一起来向耶和华歌唱。手机让你扬眉，来向耶和华